亲爱兄弟姊妹，祝你平安。咱就要开始今仔早起的崇拜会，请兄弟姊妹陪伴咱的心。这个要请兄弟姊妹大家三个起立，我们一起起立，咱开始读今仔早起的宣召。今仔早起的宣召是记载伫诗篇廿二篇廿五到廿六节，咱三个来读。我伫大会中学罗你的话是对你而来的，我要伫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咱谦卑的人必吃地八角，祈求耶和华的人必学罗伊。愿恁的心永远活着。咱撒卡阿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群苍传扬你的作为。最近哪里到彼日，你是上帝。我今仔日要聚集伫教会，我要来敬拜你，因为我深深的知影，主啊，只有你是我独一的真神，因为只有你配得我伫你面前的敬拜。我今仔早起甲众兄弟姊妹，放落所有的一切，今仔日来到你的面前，就是要来敬拜你。愿你的灵来到我们的当中。愿我在这个所在，诚实的心在这个所在来敬拜你。我今天将今天早起的聚会完全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的名在我的中间得到第一位的荣耀。感谢你听我在你面前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兄弟姊妹，请坐。咱来啊，今仔早起的默念经文是记载伫以赛亚书第十六章第十五啊第五节，咱三个最近会来默念。必有宝座因主爱建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伫其上，伫大卫的帐幕中施行审判，祈求公平，速行公义。来，接着来一遍。以赛亚书第十六章第五节：必有宝座因主爱建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伫其顶，伫大卫的帐幕中施行审判，祈求公平，速行公义。接下来，咱请听几点的教会的报告。请大家留意，和咱下礼拜是教会的圣餐主日，请兄弟姊妹留意，做好预备。感谢主，咱延续基督教会的主日崇拜有两堂的聚会，咱头一堂中文的聚会是伫早起八点半，刷落去英文堂的聚会是早起十点，地点是伫延续翁会。学校的大礼堂，那下次你无法通赴着早起的崇拜会，咱下播中英文的崇拜的视频会上传到教会的 YouTube， 咱有法通伫三点左右伫迄个所在来观看。感谢主，咱教会儿童主日学，咱也是叫做儿童教会，是伫每礼拜拜日早起的九点下午分到十一点。鼓励厝内有小朋友的家长吼，来鼓励带咱的囡仔来参加儿童主日学，从小就让他们能够聆听圣经的真理，就是到老也不会偏离。感谢主，咱每一礼拜拜三的阿弥，咱教会有英文的祷告会，点阵是伫阿弥七点半，鼓励的听英文的兄弟姊妹来参加教会的英文祈祷会，咱会为着教会的
教会的时间甲兄弟姊妹的需要来祈祷。人中文的祈祷会是伫拜四暗暝7:15到7:30，也是鼓励兄弟姊妹三个聚集下来参加祈祷会，为兄弟姊妹甲教会的需要来祈祷。祈祷会了，拜四暗暝的祈祷会了，刷落去，咱有接落去，和咱有闽南话的查经聚会，也是鼓励兄弟姊妹伫来参加这个闽南话的查经聚会，点正是伫暗暝7:30左右开始。咱拜五暗暝也是有普通话的查经聚会，请兄弟姊妹，如果你会听普通话，我们鼓励你来参加我们的普通话查经聚会，好不好？感谢主，咱今年的校董校长的候选人的名单在屏幕上面，咱在祈祷中为咱的七位的兄弟姊妹来为伊来祈祷。感谢主，咱5月6日吼，是咱教会的70周年的庆典，所以迄日呢是咱教会有联合崇拜，点正是伫10:00-10:30，所以请兄弟姊妹哈预留我们的时间，我们一起到5月21日的时候，我们一起聚集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所以迄个暗暝呢，我们教会也有预备爱宴。啊，请兄弟姊妹聚会了，来留下来，我们有一起团契跟爱宴的时间。鼓励兄弟姊妹来做一个，我还是第二季，还是个我把密基底下来登记一下，好不好？喺里边当干底下来比办。奉献是一款的敬拜。咱教会咱教会后边有一个奉献箱，咱教会的办公室里面也是有一个奉献箱。那鼓励兄弟姊妹，你在里边吼，将你的奉献投入的奉献箱里面，在迄个所在，和上帝的家中有这个有粮食可以用。那是无里边啊，你爱做点板钉吼，板钉底下来底下来选择，伫板钉底下来奉献。我相信你的奉献，上帝的确知影。上帝的确祝福你的奉献。OK， 所以这句会做请兄弟姊妹三个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我曾耐心等候主耶和华。新歌，我曾耐心等候主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从花坑与你中拉起我，使我脚立在磐石上。赞美他，赞美他，赞美他。
那仰望起来，咱来读今仔早起的讲道经文。今仔个早起的经文是记载伫《箴言书》第四章第23节。圣经安尼讲：你要保守你的心，也该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发出。感谢主，咱今仔早起的讲员是林美华传道，他是来自于新加坡的传道，他呢1999年毕业于新加坡浸信会神学院，啊，1999年到2008年在新加坡恩泽浸信会儿童事工跟行政部服事，然后到了2010年到2020年加入新加坡万国儿童会，也就是 CEF， 然后目前呢是在亚太地区、亚洲国家地区的国家培训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和教导儿童。所以呢，感谢主，我们今天有这个很好的机会可以邀请到我们的讲员。我们接下去的时间交给他，但是今天早上的信息用普通话。OK， 传道有请。谢谢大家，谢谢刘传道的介绍，我也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知道线上的朋友，我们也跟你问安，大家平安。希望我的普通话你们听得懂。因为我在新加坡开始用普通话教导的时候，当地的学生听不懂我的普通话，他说你的普通话带有新加坡的口音，所以我希望今天我在讲跟你们分享的时候，你们能够听得懂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很高兴今天我们可以一起看圣经，还有理解圣经里面所说的。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现在这个时候你的脑海里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我不知道，甚至你旁边的人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唯一能够知道你在想什么的，就是神。而今天我一开始，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心在哪里？心在哪里？你今天的这一颗心到底会在哪里？是系在神的那里呢，
还是我不知道是在哪里，可是箴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保守你这颗心胜过一切的，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看神的话语的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祈求神来帮助我们更认识他的话语所说的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把孩子们都带到你的面前来，今天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时候，你也通过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理解你今天所要教导我们的。我们感谢你，我们奉耶稣之名祷告，阿们。当经文一开始说的时候，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这个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重要的这么 一句话呢？其实经文里面他自己都说了，他说因为一生的果效就要由这颗心发出来的，就是说你一生最后到了终点的时候，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就是从你这一颗心发出来的。不但如此，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五节他也这么说到，他说什么呢？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耶稣的话很清楚，你心是怎么样的，你心是善良的，是善的，你的言语也是善良的，也是好的，也是鼓励人的。可是当你的心是恶的，是败坏的，那从你嘴巴里面出来的话没有一句好话。所以很重要的，我们要保守这个心。而这个心是在哪里呢？你今天的心在哪里？我们圣经里面也有讲到心，而这个心是什么样的一颗心呢？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心的时候，希伯来人他有一个字叫了 levet， OK， 它是希伯来文，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希伯来他们没有头，他们的思想方面他们没有用头脑来说，他们每次都是用心，因为心不单单只是指肉体上那一颗心。肉体上的这一颗心很重要，对不对？假如你的心脏停止的话，可能医生就要宣布你死亡了，对不对？所以不单只是在指肉体，而是也是指在希伯来人的脑海当中，心也指向思想、情感还有抉择。就是你做什么决定的时候，其实是你的心来帮助你做这个决定，你的情感。所以在旧约里面，我在预备这道讲章的时候，我在旧约里面我就看到了一个人，他这么讲的，在旧约里面有800多次“心”这个词用了800多次，而其中的200次，他是在讲什么呢？他是在讲心思意念，英文是 your thought life， 你的想法、你的思路、你的思维，这些都是融入在心里面，所以你的心思意念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当箴言书里面所说要保守你这颗心的时候，它不单单只是在说你的肉体的那颗心，它其实是说你所想的、你所做的、你所说的，你的一切的一切都要保守它，好好的保守它。OK， 那圣经里面有什么讲到哪一样的心呢？我们有说圣经，当我们讲到心的时候有800多处，当然今天我不可能跟你们一起探讨800多处经文，那我们可能要讲到下个礼拜还没讲完呢，对不对？可以，可是我们今天只要看4处，第一处已经 放出来了，就在也是在箴言书，箴言书第21章第4节，他说什么呢？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眼高心傲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一颗心呢？就是一个骄傲的心，一个心自以为我是最好的、最棒的。而旧约里面就有这么一个王，他的名字叫做贾，让我来看，尼布贾尼撒王 Nebuchadnezzar， 他就是那么一个很傲慢的一个王。他你知道神使用他把他的子民
在那段时间神使用他，让他能够在地上的时候称王，所以是一个非常很伟大的一个王。他建设了那当时七个最伟大的一个巴比伦公园 ，OK。吊公园，所以他很伟大，他很自傲，甚至你看，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四章30-37节说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那时候他看到他所做的、创造的、做的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他很赞叹，他就说什么？他说：哇，你看。我做自己的翻译了，这不是真正经文所写的字哈。说我在想，当时的巴比伦王他会这样子讲说：哇，你看所有的这些高山、这些伟大的建筑都是我做的啊！当他的嘴巴还没有说完，31节里面他说什么？神的话语说什么？当时他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天上就有一句话下来了。他说什么？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王位离开你了。从天上的这句话告诉了尼布甲尼撒王什么呢？说他不会再继续做王了，你的王位应该又要离开你了。31节、32节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他突然变成什么？变成野兽一样在吃草。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呢？其实在一年前哦，神已经警告了这位王，告诉他说你不要这么傲慢，可是他没有听，他没有听神的话，就在一年后的那一天，他口出狂言，就说哇，这些是我造的，我做的，他没有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所以神所惩罚的就应验了，他变成野兽一般，在地上吃草，指甲也长得长长的，哇！这一类过了不久之后，圣经有说，当他的时间到了，神就把他的王位给回他，可是不会持久，因为将他会不在了 ，OK？ 所以他在36节说什么？那时我的聪明归给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荣耀也要归回于我，并且我的谋士跟大臣也来参见我，我又坚立在王位上，自大的权柄加于我。可是第37节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位王不再把荣耀归回给他，他说：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荣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是真诚实，他所行的也是公平，他行那行为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这位王臣服在神的面前，他把荣耀归给他。可是在箴言书里面，我们看到了一样，其中的一样心，那就是高傲的心。高傲的心是不讨神所喜悦的，这乃是罪。箴言书这么说道。那还有另外一段经文，也是出自箴言书第28章14节。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不同的心，这个心是怎么样的呢？这颗心是一个刚硬的心。这里说到，常存敬畏的，便为有福。假如你是敬畏神的话，哎，你有福了。OK， 这是箴言书说的，不是我说的，这是经文所说的，神的话所说的，你有福了。假如你敬畏神的话，可是呢，下段写说什么？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中。哦，你的心是刚硬的，你刚硬的心，神说你有难了，你糟糕了，怎么办呢？有办法，神会帮助你。可是当我看到刚硬的心的时候，我想起又有另外一个王。你想起哪一个王啊？旧约里面的一个王，法老王，对不对？法老王他是埃及的王，他的心也刚硬，
但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第五章到十二章里面看到，他有时候法老王自己的心刚硬，这是经文说的。可是有时候你会看到几处经文说，耶和华神把他的心给刚硬了。那我们就说，哎，那为什么神会这个样子做？为什么要把法老王的心给刚硬起来呢？其实当我们看到这几段经文的时候，法老王他 不认识神，他把他自己的心给强化，给刚硬了起来。这讲到就是人的一个选择，而神是主宰每一个人的，他是能够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所以神也能够主宰王的心，他能够把他的心刚硬起来。而到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神把法老王的心刚硬起来，有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他的子民能够知道他是世界唯一的王。我们来看一处，假如我没有把它打在PPT 里面，可是我们可以看埃及出埃及记里面的一段话，第十二章，我拿圣经出来帮你，十五章。十四章最后两节话，第二十九节跟三十到三十一节，他说什么？以色列人却从海里走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时神的子民就过红海之后呢，三十节说，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尸体都在海边里面。以色列人看到耶和华和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要让法老王的心刚硬起来，而在当时法老王也被惩罚了，也神也利用他来让以色列人他的子民看到他才是那真正的王，他是掌管全世界的万物的王。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他们就敬畏耶和华，他们也顺服他，他们也顺服他，不但顺服他，也顺服他的仆人摩西。所以在这时候我们知道刚硬的心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也知道高傲的心是不讨神喜悦。那我们要有怎么样的心呢？其实旧约里还有另外一个位王，就是大卫王，他也在诗篇里面有讲这一句话，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十节，他说什么？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是的，这是大卫王的一个认罪的诗。他犯了什么罪呢？我们都，假如我们有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他犯了很糟糕的罪，通奸的罪，杀人的罪。他是怎么开始的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那时候其实他们应该，他作为王的，他们应该出去征战，可是他没有，他就留在他宫中闲着，走来走去。哎，突然间在眼角的一旁边看到一个好漂亮的，好吸引人的，他就看了一眼，看一眼还好哦，他还看了多一眼哦。他用他的眼睛犯了罪，在他看那么多一眼的时候，他就想要，最后他就与那个人，与那个女人通奸了。然后他已经开始做了出不对的事情，可是那个女人是属于他的军队的一个将领的一个妻子，他就想，糟糕了，这位妻，他的妻子怀孕了，我应该怎么办？他开始策划，你看到的吗？他的心思意念慢慢的在败坏，所以他做了些什么？他把这个军将派到前线，让他的敌人帮助他杀了他。他做了一件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神不喜欢，
神厌恶，神甚至差派拿单来告诉这位王说他所做的是错误的，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他做些什么呢？他这时候大卫他没有说哦，我没有这样做，他马上立刻就承认他的罪。所以诗篇这篇诗篇其实是大卫王认罪的一篇诗篇。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换句话来说，其实大卫王的心已经变肮脏了。我们福建话，我们的闽南语有一个话叫做恶心瓜。恶心瓜是什么意思啊？你的心瓜恶恶，你看你的心不是恶的吗？是肮的，会是肮的，对不对？啊，对不对？好，可是他说恶心瓜，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一句话？黑心肝。黑心肝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就是说我们的人，每一个人都有罪。那罪是什么？我们华文字很有趣。假如你看这个罪这个字，它你把它拆开来，其实是有两个字，对吗？这两个字是哪两个字？是非。OK， 是非。那哪是非？我们每次听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行，非礼勿动。来，可是是不是这是非呢？那我在查考的时候我又碰到一个波罗格，这波罗格的一个传道，他就说了这是非，讲罪的四种，是哪四种呢？啊，等一下，我要翻一翻我的我不要讲错，因为 ，OK， 他说第一是罪性，罪性是什么？就是以生以来的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去什么地方就知道要做错的事情，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这是罪性。就从我们出世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所以没有人说我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罪，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这就是在指罪性。然后第二个罪是什么？罪过。这个罪过是讲什么？就是讲你的罪行，所说的不讨神喜悦的，所做的不讨神喜悦的，所想的不讨神喜悦的。在我们在教导儿童的时候，我们跟儿童说，到底是什么是罪呢？罪就是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讨神喜悦的，那些都是罪。这的罪是讲到是罪行。所以我们看到罪有四种，头一种罪性，第二种罪过，第二是罪恒。罪恒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到后罪的结果，罪的后果。你犯罪了，你做错的时候一定会有惩罚，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得罪了神，我们的惩罚是什么？我们就是不可以跟神在一起，我们会跟神永远分开了。可是你知道吗？神很爱我们，他很爱我们到什么地步呢？他爱我们到他把他的独生儿子，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差派到世上来，为我们所有人的罪，每一个人的罪，现在的罪，以后的罪，所有的罪都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留下他宝血的时候，圣经有说到他的宝血为我们的罪都洗净了。所以神派了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了，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回到他那里。可是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罪，什么呢？罪的代价。罪的代价，罪的代价就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付出了他的生命，他的所有，然后把我们带到他面前来。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让我们回到神的怀抱当中。没有多少金钱在世上可以买你的那条路到神的那里，没有。甚至大卫王他也认识到，没有人能够帮助把他的肮脏的那个恶心瓜变成干净的。所以他在诗篇里面他求神，他没有求任何人。甚至当拿单来跟他讲他所犯的罪的时候，他没有跟拿单说，跟他说，他自己告诉神，他说，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正直的灵。是的，唯一有神才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回到他那里面。那还有另外一种心，这种心叫做不信的心，而这心是在希伯来书第三节第十二第三章第十二节里面说到，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句话其实希伯来的作者他说弟兄们，弟兄们我们大多数都是称出我们在主里面的弟兄里面，怎么在主里面的弟兄里面有一个会有不信的人呢？不相信的人呢？哎，这要看看，要想想看，他这里所说的免得你们中间，就好像有时候我们一起聚集在崇拜礼拜天的时候，有时候有非基督徒走进来了，在当中可能他是指那一些人 在其中，他们还在寻找神的 okay， 可能也有可能一些是披着羊皮的狼混入了教会当中，他们是不信的，可是他们就混入了教会里面，他们其实不相信耶稣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谨慎，提醒他们说其当中可能有一些不信的人掺杂在里面，而把永生神给离弃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心不可以不信。所以这四种心，不管是高傲的心、骄傲的心、刚硬的心，或者是肮脏的心，或者是不信的心，这是多么可悲的。因为这些心我们都不可以来到神的那里。而在那个叫耶利米书里面所说的，在十七章第九到十节，耶利米就这么说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参透呢？哇，我们这颗心真的是黑到比黑炭还黑，所以他这里经文耶利米说什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没有人能够参透。所以我一开始就问你们，你们在想什么？我参不透你们，你们的心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们的心在想什么。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第十节里面说的，我耶和华，我耶和华就是神，那唯一的神，就是那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他知道，他知道你的心思意念，他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他知道你要将来要做什么，而他说他会照着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的结果报应给他。所以我们的神是知道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无论你的心是刚硬的，是肮脏的，是高傲的，是不信的，他都知道。可是唯有他能够把这些心给改变了，把他重新的把傲慢的心给被迁为了，把刚硬的心给软化了，被肮脏的心被变清洁了，被不信的心也变信了。因为这是神的工作，神通过圣灵的工作在你我里面。所以为什么我要讲到这么多关于心的？因为当我们来到箴言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颗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第一步我们要保守我们这颗心的时候，假如你的心不是属于神的话，你很难保守你那颗心。唯有耶稣基督，唯有圣灵能够帮助你去保守这颗心。而在箴言书的二十一、二十二节之前，你会看到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需要谨慎守着他的话语，他的话语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洁净这颗心？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去把这颗心保守？这颗心第一步，你一定要认识神，你一定要让神的话语来帮助你。然后接着第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他告诉你怎么样去保守你这一颗心。我没有时间去一一的为你们解释这段这 四节里面所说的，可是很简单的，他说什么呢？是在你言语上面，是在你眼目上面，是在你行动上面，你需要这样的去做。所以你要小心你嘴巴里所说的话，你要小心你眼睛所看的事物，你要小心你的脚带你去哪里，你要小心你把什么思想给灌输在你的脑海里。最重要的，回到二十一、二十二节里面，你需要通过神的话语来帮助你。你越认识神的话，你就知道他厌恶什么，什么是不讨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但要在言语上洁净，我们要在我们眼目上洁净，也要在我们行动上洁净。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你们今天说，哦，糟糕了，我最近这个礼拜我犯了一些罪，我在言语上面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或者哦糟糕了，这个礼拜我看了一些不应神说我不应该看的东西， 或者在这个礼拜我的行动不是讨好神的事情，那不用担心。假如你已经是基督徒的话，神的话语有一句话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对基督徒说的，因为我们虽然是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还是会犯罪。可是我们犯罪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跟神亲近了，那怎么办呢？约翰一书就说我们要认罪。所以假如我们说谎话的话，我们就要告诉神说，神啊，我今天说了谎话，可是我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你是公义的，你已经赦免了我的罪，帮助我将来不要再说谎了。所以你要以一个祷告的心，就好像大卫王一样，祈求神帮助他洁净他那肮脏的心，变成清洁的心。所以假如基督徒们弟兄姐妹们，你犯了罪的话，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开口，跟神认罪，然后使你们再次成为洁净的。然后假如你还没相信主耶稣的话，这里 也有一段话，他说你若开口，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就必得救。这是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的。第十节说什么呢？因为人心里面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神是神的应许，他说只要你口里承认你的罪，心里相信耶稣是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里而复活的，那你就能够得救了。在座的朋友们，假如你还有没有相信主耶稣为你的救主的话，你今天就能够来相信，因为只要你心里相信的话，这神是知道你心里所想的，而你开口承认你自己的罪的话，你就可以得救了。这是神的话所说的。当然我们所以假如你还没信的话，你今天就可以来相信他。假如你有的话，你可以告诉你的传道，让他知道，然后能够 帮助你。那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同样的是万国儿童布道团的一些事工，给我们播下去啊。 OK， 同样的我们要开始来讲一下万国儿童布道团。我也是要同样讲到心，心在哪里？因为我的心是在儿童的身上，我的心是神把我放到儿童的身上。而可能你们还没有真正认识万国儿童布道团，英文叫做 CEF，CEF 其实是 短讲，我们整个名称是称为 Child Evangelism Fellowship。 OK， CEF 开始的时候是在1937年，已经现在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了。那我们主要的活动是什么？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机构呢？荧幕上也打出了，我们是一个国际性的，所以我们从新加坡来到菲律宾，然后我们有台湾也有事工，香港也有事工，还有很多很多地方，世界各国都有我们的事工。我们做最主要的宗旨是什么？就是向儿童传福音，还有帮助他们更认识神，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帮助他们认识神，然后协助他们融入当地的教会。 CEF 不是一个教会， OK， 所以 CEF 很愿意帮助教会一起来承担我们的福音的责任，就是神所给我们每一个福音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去做宣教的工作， OK。 再者，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总部在美国密苏里州Warrington Missouri， OK。 这个国旗每个礼拜他们都会换。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不同国家的国旗呢？因为当我们升这个国家的国旗的时候，我们就会为着那个国家的来祷告， OK。 所以我们每周都会有不同的国旗升上来，我们就每周会为不同的国家来祷告。然后有怎么样的一些事工呢？当然我们的宗旨是为儿童，所以我们有不同的儿童事工，基本有两项，就是喜乐团，还有五日圣经班，还有很多不同不一样的，就是要去跟儿童传福音的。就因为我们要使儿童更多儿童来能够认识主，我们也需要很多同工与我们配搭。不单单只是同工，我们会训练他们，还有对儿童福音有负担的人。假如你不是我们的同工，而有那对儿童有负担的话，我们也会来训练你们，让你们能够跟儿童传讲福音，而帮助到他们能够在灵命上面成长。最后是印刷部 CF Press。我们做儿童事工，我们做教导事工或者训练事工的时候，每次都要有材料，要有奖章这一些的。所以我们 CF Press 就是那个负责帮助我们出产还有分发圣经跟宣教故事还有相关书籍的一个事工。因为为什么？就是要给我们儿童事工还有训练事工所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略CF 所做的一些事情，最主要的还是为着儿童。所以在来到菲律宾这几天，我们这个就是这里的当Pastor Ever， 他是这里的地区负责人他也要我告诉你们谢谢他，一直吩咐我说记得要跟他们说谢谢。我说说什么东西，为什么东西谢谢？他说每年的年尾你们都会给CEF我们出去做活动的时候一些小礼物然后让我们可以祝福那些小朋友。所以因为我们 CEF 是一个那个非盈利的机构，然后我们是出于我们的信心的来做的话，所以我们没有金钱，我们就是出自人给我们的一些帮助，然后能够去祝福其他人。所以你现在看到荧幕上，其实就是在这一个月这两个月里面，我们来到明南岛的时候，我们出去去接触的儿童。最主要的我要来分享的是，在菲律宾这里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事工，就是 SF 跟 SF， 这个其实是一个品格塑造的一个节目，为儿童，他们是进入到学校里面去教导他们的品格，然后通过进入学校的时候可以跟他们分享福音。而最大的挑战当地的同工也跟我分享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他的校长或者他那个负责人愿不愿意让 CEF 进入到他的学校里面去做教导，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是同工就教导的老师老师不够，那怎么办？所以他们还很希望神能够兴起更多的老师。当然最后是金钱方面，因为不但这些车马费，这些老师的车马费，或者是给这些小朋友的一些印刷的东西，这些都需要一些支持。所以这是让这里的同工跟我分享在这里的儿童事工。当然你现在看到的荧幕就是我们在马尼拉所分享的这是训练，我们的训练 CMI 是12个礼拜的一个课程，然后我们有TCE1 跟 TCE2 有效教学法不同的阶层。最后我看到的是 Super Seminar， 这个其实是喜乐团的一个喜乐讲座，是教导训练老师的。所以假如你贵教会需要CF 来配搭帮助你们训练，有对儿童事工有负担的人也可以邀请我们。那最后我放上去的是CYIA Christian Youth in Action，
这个也是一个训练。我们训练什么呢？我们训练年轻人 去教导五日圣经班。所以他们培训了，然后他们就出去去带小朋友五天，每天差不多一个到一个半小时，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训练。而这 CYIA 在很多国家、帮助了当地的教会，在他们的年轻部的那个帮助了他们，然后让他们看到神给他们的意象。因为在通过教导儿童的时候，他们也发现到自己的恩赐，他能够做到些什么。所以这些都是神所预备的，神的心系在儿童的身上，神的心也系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可是你的心在哪里呢？你的心有没有在神的那里呢？我希望你的心是系在神的那里。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听到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你的心也在我们这里，所以我们感谢你这一颗心，让我们能够再回到你那里。我们祈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去保守我们这颗心，让我们能够、能到 在活在这地上的时候，继续的为你、做你的光跟你的盐。我们感谢，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
咱撒个阿头祈祷，且主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主。感谢主，今仔早起接到你的福灵分享的信息，我当在这个所在来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姐妹，我们应当有一个清洁的心。只有你的话语，我当洗清去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的心。感谢主，我今仔日辛苦你的每一个兄弟姐妹，因为你的宝血，我通让我伫你内面重新有新的生命，重新有正直的灵，帮助我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姐妹引传我，让我的生活中，我通伫遐来，我靠你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行事的准则，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保守我们的眼目，保守我们的口，保守我们的手，保守我们的脚步，走在行在你喜悦的路上。感谢主你的恩典，我特别为着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兄弟姐妹来祈祷。主啊，我相信我有时会离开你，有时我会跌倒，有时我会得罪你，但是求主你让我有一个悔改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帮助。帮助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无论在我的生活中，每一礼拜七日的中间，让我心思意念是向着你的圣经的话语。感谢主你的恩典，我特别为着我这个特别为着你的福临临传道来祷告，感谢主你属应伊伫儿童的时间顶面，伫遐来为你来侍奉。总个结束，由主你来带领祝福因刷落去的时间，供应伊一切的需要，特别是伫辛苦你的心，帮助因甲伊的同工，我通更加挖苦你，加做更加做啊儿童时间的祝福。感谢主，我相信主的恩典的确够格，应该以这个祈求来应。我这个继续为着我每一个兄弟，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兄弟姐妹来祈祷。我今仔早起欢喜来到你的面前，三个敬拜你，求主你心灵充满，在我每一个兄弟姐妹的心中，让我在你的面前谦卑谨慎来过你给我们的每一天。感谢主，我今仔早起的崇拜就到这，愿主永无止息的心灵结束在我的头前，来引带扶持，让我的脚步我能行到平安的路顶。我结束也是为着第二堂的崇拜来祈祷。主啊，每一礼拜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无论是头一堂、第二堂，愿你的话语在简单底下来传讲，愿兄弟姊妹欢喜乐意底下来尊敬你的话语。属灵工的教会，第一等、第二等，愿我在这个所在，我通成为你的榜样，成为可以容神一人的所在。感谢主，听我在你面前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但愿天父上帝的天堂，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上帝的真人撒加地勒，对答地到永远，阿门，阿门。